什么女生这么爱网购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网购魅力无远佛界，动动手指就能买到喜爱的商品。而今天这些网购达人将来展示自己在网络上购买的战利品哦。然为逛街买东西才快乐的来宾，为何厌恶网购？他们有什么伤心欲绝的经验呢？我们要最欢迎新人，谢谢，来这个介绍一下店子，谢，站中间，站中间。我最近刚发行首张专辑，叫《哥本哈根的童话》。哎，我们心如刚好就是拍网购广告啊，对，一炮而红的。哦，当时网购还不是那么流行，他是第一个，他那个广告那有高丽菜那个嘛，对，大家看了多有感觉，记起来了，好像什么 Pay Easy， 对，可以讲出来哦，可以，你讲，我们会消音。在我不出门的女生拍了三集，第三集去日本之后我就出门了，这样。啊，那你第一次出门有没有过敏？你也从不出门是不是？出门就过敏。你刚才问他出门的时候怎么看到，哇，这是什么大楼啊？说实在，网购的乐趣是什么？你为什么不出去逛街啊？逛街不是很好玩？对啊，女生不喜欢逛街吗？我跟你讲，逛烂嘞，逛街很麻烦，而且你知道吗？在网站上面逛街有个好处，你可以克制你的购物欲。屁！可以？可能？可以。可以说会中心点。不会克制？怎么克制？不是，因为就像是国文老师讲的，因为你在网站上面看，你只有满足你的眼睛的欲望，但是因为你不能试穿，所以你就不会轻易买它。没有，像有时候女生去逛街。逛一逛累了，他们还要脚酸了休息一下。对，要就是需要运动的。网络不会脚酸、啊，网络不用啊，对啊，手指动，眼睛看一下也会酸啊。而且重点，为什么像心如这么能够从广告红起来？对，因为她是那时候最正的那个宅女，你知道吗？通常女生要是不出去逛街，逛街你还会打扮一下，哦，要美美的去试穿或什么。在家啊，可怕了，鲨鱼夹、啊、浴帽啊，黄脸婆的样子就狂买东西。你最好在巴厘岛就没有夹鲨鱼夹。可以跟您报告，他没有夹。而且我觉得，如果跟女生去逛街的话，至少有店员呐、啊，会吸引他们去服务他们。是，那男生就可以去逛逛自己的东西。哦。可是如果跟女生一起网购的话，那就很惨，知道吗？另一半曾经买过什么你最受不了的东西？对，他曾经买过一个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要买，就是一个圆筒子。这个圆筒子呢，据说是一个半自动的织毛线的一个东西，就是你把毛线放进去，然后你按一个钮，它就啵啵啵织出一个围巾啊、手套啊、帽子啊。直到现在两年了，我一个围巾也没拿到过。有一次我到他家去，我发现这个织毛巾的这个东西啊，在他家做垫底的东西，就是他可以踩在上面，可以拿书籍这样。蒋伟文会不会他有织，但是没有给你？当然了，隔壁的老王啊，楼下打给。不要问别人。我可能泌尿科的医师啊，有拿到。对。去巴厘岛人不要讲话。为什么今天要讲巴厘？今天怎么有这么多巴厘？我觉得像这种东西就觉得没有什么用，没有意义嘛。对啊，你买这干嘛？所以基本上最后那个东西变成他垫脚。对。或者我还看过他买过一个更怪的，因为现在 LED 很红嘛，他买过一个是 LED 的挖耳朵机，就是说。对，好像很棒，就是你在挖耳朵的时候，可以看到耳朵里面，对不对？可是通常你挖耳朵痒的时候，你马上就要挖了嘛，所以到最后都是自己在挖，那你这个亮有什么用呢？你可以看到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就别人帮你挖的时候才可以看到东西嘛。但是耳朵痒通常都是一个人。但是蒋伟文，如果万一别人要帮你挖，就有用啊，对不对？可是放在什么地方都找不到。你也可以带去夜店的灯亮。你也可以带去巴厘岛。对，阿丹呢？那有朋友买过什么样的东西？我曾经有几个女生朋友，他们是空姐，哦，然后从国外的网络。你的意思说你有朋友是空姐？对。你个人的联络方式，等一下可以给我。好，没有问题。买了什么东西？他们比较特别，他们是就是因为可能没有男朋友嘛，然后飞来飞去比较寂寞，买了一些女生自己的小玩具。哎，女生们会上网去找一些这些奇奇怪怪的？不会，我们什么东西啊？不了解。这个孩子的妈了，人生的经历也经历了一半了啊！现在演这一出是啊？什么东西我不知道，国栋姐姐你这么常买啊？我没有，我不知道。哎，那你买什么东西？我是购物中心买比较多，哎，因为我觉得购物中心比较有保障，对不对？有保障之外，因为我没耐性，然后我很常会忘记结标时间，
然后于是购物中心我就会直接，因为购物中心也可以杀啊，就是鞋子你可以问雨达跟他讲，可以跟他杀价，比如说两双到。购物中心也可以杀。可以，因为他有问雨达，他就是比如说你要跟他讲说两双鞋你可以一起算我多少钱，比如说算一双的运费或是少几千块。那是用团购才可以这样做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会哦，比如说你买两双，你在同一家买两双，他就会少算你几百块。哦，理解。对啊对啊。那你有没有买过东西来觉得完全不能用，把它退回去？没有退回去过，我有送人。购物中心可以退回去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但是我就懒得退啊。可是因为我买的东西不是很贵啦。哦、我曾经买过一个，后来送给人家的，就是一个我在上面看到它，我就觉得哇，好新奇哦，一个小闹钟，这么小一个，然后它是白色的，然后是橡胶的，然后我就觉得它好可爱，因为它会发光，而且它很特别，就是它四面啊。就是正面的时候是正确的时间，转另外一面是那个闹钟，再转另外一面又是什么码表之类的这样，然后就有四种不同颜色，然后我就拿回来，就玩玩玩玩，哇，然后玩完之后就，就不知道干嘛，对，可是它很便宜啊，它199，然后就送给我。这午夜梦回的时候，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买这个。那你有用24小时快速送货那种吗？有哎、欸，有哈、哦，对，很爽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个性很急，我就一定要马上立刻马上拿到。对，我可以问一下，为什么你对这个程序都这么了解？对啊，我是没有网购哦。我要，我非常痛恨网购，很痛恨。是家里面有人在用这个，让你不开心吗？不会网购哎，没有，我有研究过网购珍藏版的圣经之类的。网购，我觉得我在美国的 eBay 买过东西，但是那是很遥远的，就美国，就我订一把吉他，比如说那个价值都快要到10000美金。哦，10000美金啊，30几万。没有，因为那你不怕送来的是二胡吗？对啊，这就是风险。所以网购要看什么？看这个卖家他的 credit 有多少。例如说他卖了很多东西，例如说他的 credit 有738，然后都是100分，就表示所有给人家的评价都是正向的。那这样的东西你可能会比较想买。网购危机重重，小心卖家有诈。那个人评价非常高，他有10000多，然后就寄来，就很开心哦。打开，你知道吗？哎。除了买吉他之外，还有买过什么别的？我有买过，有买过《倩女幽魂》5码的电子。我有买过 MP5， 你们知道 MP5 吗？不知道。就是可以不用免转档，就可以看 RMVB 档那种。好技术哦。那您的 RMVB 档的内容是什么？就是偶尔就是朋友就是有人传一些比较好笑的短片，好笑朋友传给你的。哦，我也是会看那个评价，那个人评价非常高，他有10000多，然后也是100%，反正他的评价非常好，应该就买了，对不对？可是我是买那个 DVD 啦，那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就在问瓜哥讲说，我们想要看诸葛亮的那个 DVD， 然后以前他好像有在里面有演过一次这样，然后我们就上网去买，我说啊应该买得到，然后就寄来，就很开心哦，还包膜，整个就很开心，很高级哦。那打开你知道吗？怎么打开的 DVD 封面是那种自己买的那种空白光碟片、啊？自己烧的，自己烧的。如果他是烧诸葛亮就算了，他是烧他自己的自拍，他模仿诸葛亮，自己在演诸葛亮。就对了。他为什么评价还这么高？我不懂哎。但评价可能是假的，就可能大家开始没有，因为在网络上很多卖家刚开始在做的时候，他们会要求自己几个朋友帮自己灌水，冲一下评价。当评价高了之后，才开始有人会相信才来买。是是是。但是我发生过一个很糗的事情，其实我要讲网购，其实有时候真的很需要，很重要。但我觉得这样乱买真不好。但是网购。真的很神奇，因为我曾经找过我自己唱的一张专辑，是不是？我节目一开始讲过了，对不对？我就上网去跟人家买说我的专辑，可是我很难启口啊，我是作者啊，我怎么会去跟那人讲说？对啊，而且他说，不好意思，我是黄滚老师，我想要购买我以前的专辑，他又广播了，我还刘德华。我那一次真的糗了，我找半天，因为我很想听那张，我很需要那个，就我真的就上网去，真的就是这样。我说，我是黄国仁。他说，
我还刘德华嘞，我说我真的是，我说我还真的不来得比特，反正就基本上弄半天，我就觉得很糗。我还很讨厌网购，有另外一个原因，有一次我是无聊乱搜寻，结果我就打阿丹，就搜进去，哎，阿丹签名照，哎呦，标价20块，贺军翔签名照200块。他有卖签名照嘛，然后价钱一下瞬间就有每个人都差别不一样，我心里就很不爽，我说凭什么帮我定价钱呢、啊？从此以后很讨厌网购。我曾经在网络上卖我的一台 DVD， 也是就很多很多很怪的理由。曾经有一个他说他为了他得了癌症的儿子要买一台 DVD， 可不可以求求算他便宜一点？可是我一查这个买家根本就是男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又同一个我说这样子啊，你要不要考虑选另外一台便宜一点？然后过一会儿又换了另外一个人，他说他要帮他本来是帮儿子嘛，所以他帮他女儿，他女儿是得了脑癌，也要买 DVD。怎么那么多人得癌症要买我的 DVD 呢？然后因为网购你看不到人，你知道吗？他就会想很多很奇怪的理由跟你杀价，所以你也有常常在网拍的。因为那个人后来又写说，好了，我女儿和儿子都没有得癌症，我得了癌症可以送我便宜一点吗？我说既然如此，好，算你便宜100块。会不会有人来上网留言你的那个部分，讲说，其实我就是那个有任务的女孩，还记得我？哎，对啊，到现在还没有，我还没有接到这个信息，也千万不要有。是是是，他会不会叫你去买消除记忆笔？网络上有那种很奇怪的东西在卖吗？很多、哦、很怪东西，会看到怪东西会想买吗？会会。例如说你买过什么怪东西？我买过很多很多的怪东西，很多。然后我等一下有带一个我觉得很棒的东西，可是大家看到都觉得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哎，我明明就是找了很久才找到的。可是那怪东西很贵吗？很贵啊，其实还好，1500。1500，那看什么怪东西？看什么怪东西？是什么怪东西？1500。那小珍呢？我曾经买过一个，我觉得还蛮，但是我觉得它很实用哎。是什么？一个大孙公。大孙公，你立志想当导演是不是？不是，而且他虽然是大孙公，我觉得好好笑、啊。他虽然大孙公，但他只有这样那么小的 size， 而且他很厉害哦，他可以录音哎。哦。对，他可以录音，然后他可以变音哦。卖给我。柯南那种吗？他可以变音哦。柯南那种。对啊，可以正常的声音。无聊。它可以变音，然后可以变快，可以变慢，这样很厉害。它就小小这么一只哎。啊，会真的有大声功的效果吗？有啊，有啊，有是不是？有。那多少钱？很便宜，那200块以下。真的还是假的？还可以录音，可以变音，真的哦。哇，还可以调 pitch 就对了。对，而且它可以这样从这样 high pitch 到这样。哦，我知道，那个就是王菲有在演唱会上用过的，哦、拿来对唱歌。而且那小小的，小小的那种，对不对？对，就很小，一个很可爱。那个才200块啊？嗯，以下。在哪里买？网上这样啊。不是，我们这一集不是来攻击他的，讲讲我们的心动了。想买耶。有一些烂东西真的要攻击，那么为什么要买这种烂东西？而且它可以录音嘛，对，它可以想把一些心里想跟这个阿良讲的话题都录在那个录音机里面、嗯，然后他就是请阿良带着啊，就可以一直播放。你不觉得这也很贴心吗？而且阿良还是这样对着大声喇叭这样这样放啊，哇、哦，好大声哦！对，而且我跟你讲这个啊，在骑脚踏车的时候超方便的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喇叭、啊，你真的哎，就这样，你们去面交有面交的经验吗？只要面交我都不要，因为我觉得面交会有很多麻烦的问题。哦，哎、欸，我有面交过哎。哦，国文老师你真的经验丰富哎，真的。国文老师你要不要坐一下？你要不要坐那边啊？坐那边好了。对啊，你去面交的时候，人家有认出来你吗？有啊，因为有就以为是马元璋哦，跑掉。绝对不能去台北火车站面交，对，因为它附近有很多类似的。王国伦面交绕跑不买，姜伟文网购遭骗钱。楼梯很小，走进去那味道很重。啊、哦，难道它是一把鬼吉他？凯就觉得说，我就说你有别把吗？他说就是这一把。我说我车子好像没有停好，就运过来。烂了。但我买了这个逗猫器以后，它运过来。给猫玩了2个小时，那个鱼竿就不动，我就回去问那玩家，我说为什么玩2-3下就坏掉了？哎，他说他的猫玩都不会坏啊，你的猫把它玩坏了。啊？我说他玩2个小时，对，然后你的猫太……我有一次去看一把吉他，然后我就去面交，但他说他可以先试弹，因为那种贵的吉他
十几万一定要试试，要试探。对，然后我就真的开着车到了一个真的就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。我在想说，哦，这里说实在哈，看起来怪怪，然后那种楼梯很小，走进去那味道很重。难道它是一把鬼吉他？然后你知道吗？然后那个人进来说，啊，你是黄老师，因为他也写歌做音乐。然后那时候我已经在电视上。那时候我就觉得说，哇，他认出我来，然后就谈一谈。就不喜欢，可是就不好意思，你就说我是至少是公众人物，然后千里迢迢，然后一谈就觉得说，我就说你有别把吗？他说就是这一把，我说我车子好像没有停好，我就一直好烂了，基本上我就觉得这一把不太对。然后你知道最近我又发生一个蠢事，然后那个人就记得我嘛。结果我最近在网络上又看到一把吉他，可是我不确定是不是我看过那一把，看起来很像，搞不好是另外一把。然后我就打那个电话，因为他还有留手机，我说喂，请问你有把吉他要卖吗？他说哎，是啊，请问你是不是黄老师？我说是哎，我们见过吗？他说有啊，三次你来，你就是你说设备挺好，我说设备挺好，你听不回，手机没电，就觉得很糗，就是他认出你来，然后你又打去问第二次，然后他马上就认出你的声音，就是艺人面交，很有趣，很惨。上网买有没有被骗过的？比如说你买吉他真的寄二胡来的，我买名牌包，我有被骗。名牌包被骗什么意思？因为其实那时候是换二手包，然后我就把我一个二手包就说要跟他换二手包，但他就说那你他的比较贵，然后就叫我先把它寄去，然后那我的钱就是余额在等他寄给我的时候我再付给他。结果我的二手包寄过去了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下文了，我就没有收到过那个他所谓的包包。他被骗了。对啊。这种被骗你会怎么处理？你会给他？你会投诉吗？我会想投诉，可是我不知道是因为他们客服人员就太忙还是怎样，都没有理我哎。有时候你是说不清楚的，比如说我买一个逗猫器，就是那个电动逗猫器，就是它一个电动的一个机器，上面有一个钓鱼竿，然后它会钓一个像老鼠之类毛球的，然后它就自动会这样动，然后让猫去抓这个东西，你就可以让猫自己玩，你知道？有时候你太忙，让猫自己玩这样。但我买了这个逗猫器以后，它运过来，给猫玩了大概两个小时，那个鱼竿就不动。坏了！怎么会这样？没有电池了，我就换电池。还是不能动，那猫就玩一玩就不动，它就不玩了，它走掉了。这东西是1000多块，你知道？我就回去问那玩家，我说为什么玩两三下就坏掉？他说他的猫玩都不会坏啊，你的猫把它玩坏了。我说他玩两个小时，然后你的猫太用力了，我的猫是小猫，你的猫是多大？然后就跟我抬杠起来了。你的猫该不会是美洲豹？那你就说不清楚了，你知道？他就觉得说东西交给你，你玩一个小时坏掉是你的错，所以他有很多理由就对对啊，或者是东西寄过来，比如说玻璃物品或者木制品上面有裂痕，那你就跟他说东西有裂痕，他就会跟你说是运输的问题，那你要找运货的人。对，这种状况就很麻烦。那你怎么说清楚？我们这边有个专业的卖家阿丹呢。你是专业卖家的。我曾经在大学的时候，我们是那时候8、9年前是最早开始那个网站的购物的卖家，是最早开始卖5码的东西的。到，因为那时候玩滑板，常会背一个那种霹雳腰包，是假这样背侧背的，然后在这边是男生那种，一个100块，你知道吗？在乐华夜市卖超多那种款式的。然后我就找了一大堆看起来很流行的包，一整袋就带走了，回家上网，日本带回来进口限量潮什么潮流什么的，100块我买回来就把它渲染变得很厉害，对，然后卖是卖500，结果呢？然后邮费还有他们暴利，结果呢？结果就销售一空啊。暴力，对啊，因为所以各位就是买家要小心，不要打上日本带回来了、韩国带回来了、美国真品，牌子乱七八糟的，就是不会写出来的，那根本都是他自己去批烂的。对，所以网络上有很多陷阱，对不对？网络上很多陷阱是我碰过，我买过一件衣服，它是韩版的，韩版的网络，然后它那个网站做得很棒。就是你看他的照片，你就很想买，因为他是找一个模特，然后他是像类似像一周刊里面这样，就是他会假装被偷拍啊，然后他穿着这样的整个穿，好用心哦。对，然后他整个弄得很好，就还带超，反正就弄得很好这样，然后你看着就好想买哦。然后我就买了一件他的那个外套，然后是黑白格子的，然后我就想哇，这外套好好看哦，然后我就定了嘛，就带回来，就回来之后，我就还跟朋友炫耀说，你看这件好好看啊，才400多块，超好看的。你看你们没有跟我订，一定会后悔的啊。然后后来订来，
大衣哦，订来的时候薄薄这样子，然后我就把它打开，打开然后塑胶袋拿出来之后，你知道那个味道是臭到那种，很像那衣服去粪坑泡过。不是你说外套啊，结果那打开像纸一样薄。那个外套是哪种外套？是现在今年很流行那种薄的，但是是大的那种，很像军外套。可是你该不会是跟礼仪公司？我怀疑，因为你知道吗？它好臭，很像那种纸浆的味道，很臭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好，臭应该是没有过水吧，我就下去过水，起来破了。其实女生啊，大家小心，常常被骗，但是还一直买下去。到底他们买了什么样的新鲜的玩意儿？大家一起来评价看看。乱买商品大检验，果冻姐姐会拿出什么怪异物品，让在场所有人傻眼啊！而万小姐将来好好鉴定这些商品是否有价值，能够引起他们的购买欲吗？它是一个超级限量，很难找，很难找，然后找到会让你就开心很多天。开心很多天的，这是什么样的烂货？好货！大家来看一看，请看。这是什么啊？什么鬼啊！你到底想怎样？只是寻我们开心就对了。肚子饿了。质感的节目容许你在这胡闹。这真的很夯哎！好歹拿一条苦瓜或茄子什么的，你拿这是干嘛？对啊。好，你讲一下这是什么？没有，但是你们现在没有玩那开心农场吗？有。里面的那个萝卜啊，对啊，可是它是比那个萝卜还要。就是好上100万倍，因为怎么样？你看它这还有毛，你摸摸看，它叶子上面做的很真，它多少钱了？然后这里很像有土，对不对？那有什么让你开心？不过它做的有机可乱真，但是这个烂货多少钱？不是不是，重点它不在于就是它多少钱，重点是在于它是彼得兔吃的，因为我很喜欢彼得兔，我就收集很多。你有亲眼看过它吃吗？对啊。你还没有汲取阿丹刚讲的那句话吗？随便讲讲就可以了。对啊，可是他又不能吃。可是他是彼得兔吃的，但人不能吃、啊。那彼得兔呢？彼得兔在家里，要太大只，没办法。万一他不是彼得兔，是托尼吃的呢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这是彼得兔吃的？对，表示人可以吃，你喂他。他是彼得兔，彼得兔，彼得兔，你是麻原彰晃。这个是哦，这个是那个粉嫩爽，就是它只要擦过的地方都会变红。哎呦，所以这个红萝卜，没有，妹妹给它试过，但是嘴巴，然后一些比较哪里的地方，我们不知道，你要比出来啊。就是之前很夯，是因为就是有一个名模，他就是不小心露点，然后是粉红色的，是，然后听说就是擦这个。那你可以现场示范吗？恕我冒昧的问你一句，你有擦过吗？没有擦嘴巴而已。我敢发誓，你没有擦过别的地方。现在就发誓，如果你有擦别的地方，你就不是果冻姐姐。我有帮别人试擦过的，对。有效果怎么样？效果就很有效，应该擦任何地方都有。网购商品不如人，气到贱价卖出喽！剪完指甲之后，磨指甲的指甲剂。你确定这是人用的还是调养？当初也是想说，哦，我要省钱自己用，结果后来也是买了3年，只用过2次，我还是去给别人用啊。那个还有就是。有买过这样的东西吗？没有哎，因为这个东西看起来，因为我们学校都很了解。对方有买过吗？就我们有需要吗？有没有？但是我有女生朋友，有时候产后有一些，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月子没做好啊，有没有？有，曾经想买过。但之前在购物台有卖过啊。四位有买过吗？不用哎。哎。哦。那当初为什么要买？我自己看也会开心啊。哪一边怎么看？拿镜子照吗？擦乳液的时候，对啊，我都会脱光，然后照镜子就自己看会开心。可是我现在比较重点说，这个到底要多少钱？因为我们才能评价它是不是烂东西，多少钱？这个这是限量，而且是彼得兔御用的，呆了，御用的呀，那个1800，疯了，1800，很便宜，御用的，1800，你到哪里去找彼得兔吃的？没有人想要找彼得兔吃的。以后就拿着这个学会词，你的通告费可能会好点。Oh my god！ 他要干嘛、啊？那下面有吗？你摸摸看。你摸着叫 Oh my god！ 我做一下
投票了，认为这个东西很逊的举手，三二一，开始。逊到爆了，几乎全场打枪。对啊，1800，没有人喜欢哎。那这个啊 ，pink 膏呢啊，大家觉得这个非常实用的，多少钱？你买多少钱？这个吗？这是两组，两组才1700多块。两组啦，一组粉红的，一组黑的。你要用什么颜色？护唇，小梁，你有用过黑的？你怎么知道有黑的？那原来它就是黑的、啊，你的黑不黑？觉得这个很好用的，请举手。粉嫩霜的确让人有点心动，但是假胡萝卜也买得下手，你算是奇人喽。下一个小诊所带来的物品会是什么懒到爆炸的东西，让人不敢领教呢？这个东西长得四四方方的，擦了定会震动。太棒了，是是方方，而且它可以换四个头。哦，看您今天是要滑润一下呢，还是要？感觉像丹麦的那个片子的感觉。非常的好，按摩器对不对？就是那种。哦，不是不是，变压器哦，还是。什么变压器、啊？他买变压器、啊，我买变压器。在出国的时候，你带着电器，也许要到不同的国家使用。哦，是这样吗？这个东西非常的棒。刚才那是什么？彼得兔专用的是？对，烂萝卜。哦，我这个是英国首相专用的。英国首相。不得了了，太棒了！到底英国首相会用的会是什么样的东西？请看。这一盒是什么？太棒了。护背机啊，这是所有女生梦寐以求的一盒东西哦。怎么开啊？刚刚没有借的是不是？你看看，它可以换哦，它可以换三种不同的头，四种五种哦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东西呢，就是女孩子在剪完指甲之后磨指甲的指甲器。你确定这是人用的还是乔洋？我现在人用的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我们来投个票了，好不好？烂破烂破，来认为这个东西是很炫的举手，三二一，我就不实用。你给我放下来，萝卜你投什么票好不好？因为你以为买这个就会跟做水晶指甲一样，其实不会，因为我们不是专家，我们自己不太会做这个东西。对啊，那你们两位为什么举手呢？因为我有买，而且我是买 Hello Kitty 的。然后当初也是想说，哦，我要省钱自己用，结果后来也是买了三年，只用过两次，我还是给别人用啊。根本就是乱买。我那个更高级，因为我那个还有就是烘甲机在下面。好，了不起哦，别问我是。他这个就2700，你买多少？我买好像也2000出头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浪费钱。你是一个网购狂，目前有两个商品。半价卖不卖？好卖你。OK 好。那这个农会发的手套是？没有，这个就是，这真的就是烂货。你自己都承认，因为不是有一阵子很流行这样的裤子嘛，对，然后我就上网去买啊，因为我之前有在另外一个网站买了一条袜，真的超棒，然后质量又超好，对，然后我就是在另外一个网站看了这个，我就想说哇，因为它不同的是它底下可以踩脚。它可以踩脚的，对，然后它就可以就是连成一条线这样，因为我另外一条穿的就是跟高跟鞋有段距离，看起来就很丑。然后我就我买回去之后，我就回家试穿了，我就好开心哦。然后我就试穿上来之后啊，结果啊，我套给你看哦，只要脚啊，你只要脚可以踩着啊，对，就到这哎。很流行哎，没有流行，低腰哎，然后你这样踩完之后，走。这么很流，现在不是流行那个裆在这边的吗？对不对？完全会不会是这样的设计？然后你就硬给它拉上来之后，你要想有弹性嘛。嗯。然后硬拉上来之后，整件就透明的像丝袜一样。我的。这件还好，这件要300多块。300块。对。这不用举手了、哦，认为它是好货的举手。哎、欸，基本上因为它高了。对。搞不好 你给它穿着之后就 OK 了。你卖它。试试看，我穿吗？买到那边去，不然那边去穿就看不到。听起来好用，但却不实用的两样物品，完全被打枪喽！都当妈妈了，千万别再乱买了。网购广告起家的王心如，每天都网购的她，心爱的物品会比前面两位好吗？这是你买过最小的东西，还是最大的东西？最小的。那你有买过什么最大的东西？哦，很多哎，就像我家所有几乎都是网购的，真的。
电视，然后我的衣柜也是网购的，我的衣柜我的床，我的书桌都是。这么大的东西就买来自己组吗？衣柜自己组，鞋柜啊，鞋柜自己组，衣柜都自己组，衣柜电视新冰箱没有冰箱。哎、欸，其实网购有些人是买很大的东西的。有一天，在几年前，有一天我爸跟我讲，然后两年前，我爸有一天跟我讲说，个人，你现在上网去看eBay，有个东西在卖，好大，什么航空母舰？一台苏联的航空母舰在eBay上面卖。哦，我说爸，不要买，因为我没有地方放。网购乱花钱，价钱吓坏众人喽！你看它是触碰式，对，它是触碰式的，它没有水呢、啊。哇，真的耶！对啊，还是乱买，对啊，没有多少钱？哇塞，嗯，有一点点贵，嗯哼，一点点。说。心如带来的是什么东西呢？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外小姐，她刚刚去试了小珍的裤子，到底合不合身？请看。哇！太大件，走个台步，谢谢。哎、欸，长度刚刚好啊。就是你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越穿越掉下来的感觉？长度明明就刚好。其实我觉得还蛮难看的。对，因为不适合他，好像还是太大件。不是啦，那松紧的状况 OK 吗？ OK 啊。穿起来感觉怎样？舒服吗？还蛮热的。很热，对。对啊。这个会不会是减肥裤？就是会流汗的那种哦。有一点啊，但是穿上这个就觉得自己是菜。好，事实上证明这一件真的是烂烂货。烂货，对。来看一下心如的东西会是什么？三、二、一，看。好小。对，这个这是什么 MP3 它很好用，不是 MP3 啊， MP3 怎么会有这个？哦，我要注意啊，我对，它是低周波治疗器，哦，对对对，按摩器，可以减肥，哇，你相信啊？对啊，放在哪里减肥？在哪里减肥？就是你想要瘦哪一块比较肥胖的部位，你就贴哪一块，然后它就会有电波一直震，一直震，你贴然后接着这个线，然后对。然后他就会瘦了。低周波啊。对，然后而且还可以治疗酸痛，就是如果你肩膀还是脖子酸痛的时候，他也可以治疗。你有用过吗？用给我们看看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不要借我贴。我想买这个哎。哇，怎么都想买？我最近真的想买这个，而且它还有附什么吗？假，那我可以送你啊，的那个，送你。哎，我觉得你什么都想买。那你试他的手好了啦。手吗？好啊。所以看感觉怎么样啊？低周波应该没有感觉，对不对？应该是有电力。其实还是有，如果你把它调大，就是会很刺痛。OK， 来，好，你现在做就有了，有啦，有这样。有了。干嘛？拿掉！等一下，他刚一直高呼太强了，老师太强了，老师你太强了，老师王老师没有用过别乱试，这样尴尬的情况小心回家被骂哦。看完他们的怪商品，我们大间谍还是给他们一个平反的机会，推荐物超所值的后康，大家请睁亮眼睛看清楚喽。这个会是什么样的东西？哦，这恐怖喽！所有家里有小孩的。这个东西要仔细看。哎，小珍啊，恐怖，这次不能再拿烂东西了。这个真的是好东西，我跟你讲，我一定是推荐完了之后，所有的爸爸妈妈呢，一定赶快上网抢购，因为它又便宜又方便。哦，真的是太棒了。就是布条一掀开以后，老顾客马上打电话，现在马上买一组送一组。现在马上很满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老顾客请打语音好啊，谢谢。到底这个还剩下四组的东西会是什么呢？这件紫色的衣服下面藏的会是白羽吗？三、二、一，请看。你看，哇，什么？这里真的非常棒，我告诉你哦，而且它有个大象，很可爱，然后自己组装的，它真的非常棒。因为像我女儿啊，习惯就是要训练她上厕所的时候，她不习惯在我们厕所里面上，所以你就要买一个很可爱的椅子给她。那她喜欢在电线杆上面。没有，我很喜欢在电视前面边看电视的时候边上，然后于是这个它虽然看起来很普通，它虽然一开始它就可以这样子当椅子坐，有没有？嗯，最普通的有没有？很普通。当他想上厕所的时候，来，妹妹来上厕所喽。
可以掀起来让它酷哦。它上面有个那个电盆我没带来，然后呢，或者是阿良的手，对，然后上完厕所之后说啊，上完厕所屁屁脏脏的，顺便洗个澡洗个头喽，来喽，请坐，你看，整套的，整套。躺下去，你就可以在那边帮。对，他就帮他洗洗头、啊。这是要几岁的小孩啊？婴儿？大概十岁。大吗？你要不要坐上去给你洗头？好不是，这个要是小孩子破坏的话，把他立起来，然后拿到低周波贴到小孩子头，开始做电影。电影的，这很残忍。这个差不多一岁吧。其实到我觉得到三岁两三岁都可以，对啊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才430，非常便宜。哎、这个就是 OK 的，是这个。这个鞋子呢，是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逛的一个网站，它的鞋子其实都还蛮有保证的，而且它的鞋子靴子都是一律一个价钱，1580。可是你这个鞋子这边的毛，该不会是他寻找很久的？那根萝卜他永远也吃不到啊。小珍慧豪最爱这双鞋，你就好好留着萝卜，让它永存于心吧。你要先看的是前菜还是主菜？前菜先来。这是好东西哦。好，前菜是大概是什么？啊，一个很漂亮的东西，会闪亮亮。什么？如果打开又是萝卜的话，就是我们可能会打。这不是吃的。这跟彼得兔没关系。好的，到底果冻节带来的会是什么呢？请看。这个是两个东西。那我先讲这个好了。这个上面就是一个 LCD 的那个计算机，然后它没有按键哦。你看它是触碰，对对，它是触碰式的。然后按，反正有点看不到。然后你就直接这样子打。然后用按的就可以，然后它里面这个就是有像那个海边的那个，然后会动，它里面有水这样。哇，真的耶！对啊，还是乱来。对啊。没有，你看它小丑鱼会游来游去耶！你在打计算机的时候，那小丑鱼会游来游去啊。你打计算机的时候会这样打吗？娘一样，然后他如果卡住了，你就这样动一动，然后继续打。那你就买转盘就好了，你干嘛？这比较漂亮啊，而且你看它旁边都是花，都是皮的转。你是为了小草鱼去买的，对不对？小丑鱼啦，小丑鱼。没有，我是有喜欢转的东西，而且就是有转的东西就是会找。多少钱？有一点点贵。嗯哼，一点点。说。那个5000。对。前面这个卖家的笑脸吗？而且我觉得最不值钱的东西就是里面的鱼是假的。如果是真的就算了。对，另外这一张伪钞是。这张伪钞是跟这是一套的。好了，来看看这是什么。对啊，这有什么？这个呢，就是像这个就是叫钱母，然后它如果放在你的包包里面的话，就会一直帮你招财，就一直生钱的意思。可是这是什么？就是日币是不是？假泰币。是啊，泰币啦，泰铢啦。为什么要招泰铢来嘞？你进来前都是泰铢，不是泰币啊。我现在问你一件事情，就是拿着这个放在包包里面，不出去工作会有钱吗？会不会可能会那个买一张彩券，说不定会中。哎，应该是问说，这个放到你的皮夹里面，真的有给你带来好运吗？有啊，而且你就是你看到它的时候，你会信念就说这个是招财的，不能乱花钱。这个放你包包，你真的得了好运，就是你抢到那个限量版的计算机，对不对？哎呀，那还真差，天大的好运！被认为他被骗了，举手。OK， 好，大家都认为。哎呦，那但是他认为不就算了，对，因为他自己的信念。那是多少钱呢？这个吗？这个很便宜，就1000块。太贵了。哎，你知道泰铢20元也相当于台币大概是20元呢。姐姐很好赚，是不是？你用1000块买20块？没有啊，这个是贵重在那个师傅加持。重点就在他传的照片。他拿了一张20块的，然后给你弄一个，然后糊弄一下就卖一千。对啊，那老板根本自己配税呢，配赔，然后去互背一下。对啊，我认为他这个也被骗了，徐总。已经被骗了。我这有三种不同的，他各招不同的东西。更惨。哪有？哎，开错面了。那你要招什么？
就第一个是象鼻财神，哦，第二个是那蝴蝶法王，哦，是，第三个是爱神。一个可爱的女生为什么会这么迷信呢，啊？不会啊，就是心诚则灵啊。哦，这些佛牌我是真的有看过，感觉好像比较好一点。是，对，但是因为我很多朋友也是出国去，因为那个路程很远啊，买了机票之后还要跋山涉水才能有这个去这庙。但是我觉得去这种地方还是要亲自去，如果你真的要求的话。对，要亲自。你这又是哪里买的？而且你们都觉得有肃然起敬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你们都站起来。没有，没有啊。你东西这么小，你怎么看得到？看你有多白痴。对，没有肃然起敬感。所以你觉得在哪里买的呢？这个就是请别人买的，啊，就在网络上订购，然后就是他会帮你到台。我比较在乎多少钱。这个我记得好像是5000块，然后这个3000。发疯了你！这个好像更贵一点，因为它有镶钻在旁边。那个是施华洛世奇。哎。哇，总共上万呢，太贵了。哎，真的，我觉得如果你很有诚心，你不如亲自去，你去买那些说什么加过时的。因为小三，你去拿这个东西的质感，你去摸一下这个东西的质量，你会觉得它是非常轻。当然轻，要戴在身上比较方便携带啊。那很重的话就不实用。定分级。哎，你第一个阶段还是失败，真的。真的吗？而且你为什么不从我们台湾的先去收集？你可以去航楼叠球啊，对啊，你可以去圣南宫球啊，你为什么要求泰国的先？外来的东西。可是我不知道果冻姐姐会在她的世界跟我们不一样，她相信这个，还有相信彼得铺跟红日，还认为这个第三个觉得还是有点瞎的举手。没有，是很瞎。瞎好，瞎了吧？谢谢，谢谢。说好是来平板，还拿这样不怎样的东西，真的是让人无言呐，啊。心如，你这个东西是什么？大概描述一下。哦，它非常的环保，然后很好用。环保，环保，对，环保又好用。对，好来，嗯，看看是什么？3、2、1，请看。真假？牙签座。我不知道啦。对，不是，它是那个太刮骨洗碗的锅子。不是啦。他拿了一个脏水来做，不是，这真的啊！这一下那个有胡子的，有没有弄那个那个？那干嘛？那干嘛？对，它那个很好用，我都用这个，因为你也在胡子。不是不是不是，这个是真的可以洗碗，然后那个碗多油多脏都可以洗，都不用那个洗碗巾。你的意思，它不用洗碗巾就可以洗干净，直接洗干净，然后那个碗怎么可能？真的，我洗过，那有一个很油的碗，借我示范一下。真的假的？用清水，用清水，然后用这个刷就可以把很油的东西洗掉，那这个就厉害了。它真的刷得掉，我用过，而且呢，不错吗？不能，而且它才60块。60块？哦，60块被骗也甘愿了，我跟你说。没有啊，可是它真的都刷得干净。这样这样，真的真的吗？真的，我发誓。那你现在在家里都不用洗碗巾了，都用它洗？我都用这个。对，而且它洗完就是用久了，那个垢就是那个油都在上面，就把它就丢掉，换一个新的就好。如果真的这个属实，那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是好东西。还是在毛里面有那个清洁液啊？我不知道，就洗完然后那个久了那个油垢都会在上面看得到。可是你可以跟果冻姐姐讲，这是加持过的，这刷就会好运，600块卖给他，这有限量吗？好了，我跟你讲，小珍，这个毛里面有非常小的清洁功能，真的哦。哦，是这样。你应该也是活在彼得潘的世界。哎，说实在，这个东西，我大家觉得这个东西，它真的很好用，不错的举手。我觉得60块这样，不错，对啦 ，OK 啦。而且他拿这个东西就赢了刚才那一个。哎呦，便宜没有加持过的，我卖你500好了。啊，加持过的卖你500。他说便宜没有好货，所以你这个卖给他500，他就觉得是好东西。对，对他需要贵的东西，他需要价钱，他看不上这种东西，你看不上这个东西，对吧？我觉得那个有点。那如果这个东西要1000块，然后跟你讲说不用洗碗巾就可以洗，你觉得那个他就会相信，他会相信。5000他一定买，1000他还想说5000假的，对，而且是泰国来的，而且上面还有新闻。他上面新闻就是说不用洗碗巾就可以洗。那个蝴蝶法王用那波去要完饭吃完那块刷的。在果冻姐这是限量版的买家。真的，看到限量会受不了。好，谢谢谢谢心如带来这个，谢谢谢谢。是的，我们今天来分享很多啦，网拍的一个网络购物的一个经验。应该是说大网络上大到航空母舰，小到那一个60块刷子都买得到，都有。是，但是大家真的是要把眼睛放亮一点。对，这个我要你下一次来买东西，先打电话给小珍，让她帮你看一下。不要再乱花钱了，不要再做冤大头了，购物愉快，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利用铁
钱不够花，偷拐抢骗样样来。你家以前不是药店吗？不是有叮，然后不是柜子收银机，对，收银机那种的。我每次都有一种方法，就是那种按住，然后让它不要叮。偷钱的目的是为什么？因为你餐费不够，过去拿，然后拿太多，你会觉得说好像不好意思，然后就会想一些，哎呀，就是同学好可怜哦，他房子烧掉了，然后就拿了一千，然后就。周一至周五晚上9点，三立东卫台30频道，王牌大间谍。